啊，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温泉蛋？听到温泉蛋这么冷静，温泉蛋的尖叫声在哪里？哦，有有有呢哦。接下来呢，这位大家心目中的女神，很多人都很喜欢她。然后呢，除了在我们的布曜当中啊有很高的人气之外，最近也有很多的单曲哦，都找来了不同的，不管是团体啦，或者是歌手一起来合作。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大家用最最用力的掌声加尖叫声来欢迎我们的布曜女神温妮。Hello， 各位，大家晚安，我是温妮，很高兴可以来到听。今天阳光好美，来个自拍情人。衣服这么搭配，我想应该先喝咖啡。今天看了房间，不过已经收敛。时光不到一天，看来要早一点睡。Oversize 穿长裤，我要板鞋。但是比我更 sweat 的那个房间，认真又敷衍，也绝不敷衍。虽然有时会想打哈欠，一转眼不小心见了一天，他就可以天天变模一遍。不断看见手机。不知不觉，却越来越远。
其实我才了解你的
还有下集，下集有妈妈。不要坚持，再坚持一下，你的梦想会达成。再来这首《Hold On Don't Let Go》送给大家，hey, 一起嗨起来哦！欢迎光临这世界，无论任何语言，从心中的烦恼有些全都不见，想要不顾一切抓住这份信念，属于我每个章节，我心中指引方向，回头望自己努力的模样，让彷徨的脸庞向着远方眺望，就算会落叶中的撞撞，不倔强，放手一搏，可疯狂，无法假装的渴望，给我。